今天算很突然，昨天这样子一下来很突然，没有预期那么快就上来，就叫我上来先看一下这边的环境，对啊，然后慢慢来，不要急，叫我不要紧张也是他讲的，就是尽量把自己的就是实力展现出来就好了，对啊，上来就是放开一点，不要紧张这样子，对啊。觉得还在适应当中，就只是还没有到很好这样，就差别很大吧。就因为他们投手很多类型，像有速球的，也有变化球型。就像第一时间要去适应那个，我是觉得比较难，对。